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欧拉。好，这次玩调香师，我们的皮肤呢是冰上舞蹈，之前玩过了，再来玩一次。阵容介绍一下：魔术师、杂技、小女孩、医生两个，牛仔机是一个调香师。好，现在来破译。美丽如我呢，还开了一个露背装，基本上呢，只要是不要炸机的话，应该是还是蛮受人欢迎的啦。前提是不炸机，对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破译刚刚听到的心跳声，然后又没有心跳声了，所以应该是经过而已啦。所以可以比较放心一点，大概吧。哎，没有，不能放心一点。又来了，有心跳声，在哪里啊？在何处？哦，来了，红蝶仙鹤，不过没在怕。对，回说一下，帅气吧？对，这种淡定的感觉，有没有觉得很专业？有没有觉得好像很厉害，是高手所为？好，过去之后，杂技在那边，我卡了他杂技，是不是？我刚好像卡了杂技的门，半了板。好，没看到杂技，没办法，不能怪我。好，我们现在先走了。我们红蝶追上来了，不过应该不是针对我啦，是针对杂技，因为杂技毕竟看起来比较讨人厌。对，相较的美艳如我，哎呦，不盖板吗？不盖板吗？压一下嘛。这样两个人这样挤在一起，其实蛮讨厌，你知道？因为好盖到了。因为它有那种会碰撞，所以基本上如果卡到的话，真的是到最后两个会一起死。好，哎呦，不错哦，很骚哦。刚刚丢那下火球还蛮骚的，可以哦。好，继续剩一个板了。哇，才说你骚而已，马上就倒了。哎，人真是不能夸奖。好，放椅子，我走了，拜拜拜。你们先玩，我先不打扰啦。好，我来继续看一下这边4000多块钱，牛仔在这里。好，初次相遇，请多多指教。跟牛仔播一速度增加，所以就暂时委屈我自己跟他播一下好了。好 ，OK， 然后呢，魔术师跟杂技都被抓了，然后牛仔过去救了吗？看样子好像是哎、欸，牛仔值得信任吗？看他那副样子，应该是值得信任啦。好，现在魔术师被救掉了，然后小女孩被打到，所以是小女孩去救魔术师，并不是牛仔。然后杂技演员，如果是牛仔救掉的话，那应该是还不赖。看一下牛仔的技术怎么样。目前还讲我需要帮助，快来，所以还没有人帮助他。所以牛仔是去有要救的意思吗？红蝶在附近守，欸，牛仔在这里耶，距离没有很远啊，应该是要来救吧。好，直接救掉落地斩，有斩到吗？哎、欸，这样挥不到人。哎、欸，三个人聚在这里挥不到红蝶，这个，哎、欸，这要技术，你知道吗？三个人聚在一起，然后扇子挥不到，基本上真的是需要技术的。对，这红蝶是个高手，肯定是，就好像是考试的时候刻意考到零分是选择题，然后你每题都写，然后写到零分，这个真的是高手，好不好？这不是，这不能说是技术成绩不好，这是故意的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可以判断这个红蝶真的是蛮厉害的，实力坚强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把这个杂技给摸起来，肯定来得及啊！来呀、啊，没在怕，回溯，好，摸掉走了，赶快走，赶快走，不要再皮了。哎、欸，压个板，好，干得好，自己讲自己干得好，好，要夸奖自己一下，对啊，不能吗？可以吧？好，我们现在先离开了，然后非常完美的救掉了杂技之后，哎、欸。小雨伞来针对我了，压板不错，连续压到两个监管，感觉还蛮舒服的。好，走喽，走走走。哎、欸，医生好像在这里倒数哎、欸，我是要被针对了，我是要被针对了，来啊，你来，我还有香水呢。好 ，OK， 差一点，假动作，假动作，怎么样？够假吧？假到被发现的假动作。好，我们现在继续。哎、欸，好，我刚好喷香水，看来我是害怕了，看来我是吓尿了，所以我才喷香水。对，这件事情就不能被他发现。好，你们都发现了。好，我确实是刚好有点吓到了。对，因为毕竟他雨伞那么长，对不对？真的会吓到人。好，我们现在受伤了，然后继续治愈嘛。等一下先把这破译掉，忍着伤痛一起破译掉。好，真是伟大。好，龟在这里应该可以治愈得了。哎、欸，好像被发现吗？就倒在这里，不要倒那么近好吗？冤有头债有主。好，这边可以治愈了，太棒了。好，感觉好像、还有一个在破译，不知道谁。对，只剩一个人在破译了，其他人都没在破译，就靠他了，好不好？那也许是，哎、欸，两个都同时飞掉、欸，哎，他们约好了、欸，
各奔东西。好 ，OK， 我们现在剩下最后的一台破译机没破译了，所以那个位置右边的那个位置的那个逃生者不知道是谁。如果破译掉的话呢，应该是能够，哎，还在继续破译。哎，他写的进度只有30而已，是不是？30哎，很低耶，不过也是破译啊，42了，可以啊，慢慢破译。我们现在钱10000多，13000多，超有钱，买起来。这个如果直接飞掉，一定会很不甘心，好不好？好，买了枪，买了香水，买了止血剂 ，OK， 还有剩下244块可以搭车回去。好 ，OK， 现在小女孩倒数快结束了，我们来救一下小女孩。这里哦，来哦，我要来救你了，小女孩。好 ，OK， 救掉，不浪费一分一毫的时间。对，我还是可以继续破译一下，刚破译了2秒，对，贡献还蛮高的。我们现在最高效率了，所以计时其实可以不用来了。一辆轮流被抓到，有完没完啊？真的有完没完啊？好，等一下魔术师要去救一下，没办法了，不能把他摸回来了，剩下的让技师摸就好了。我来救魔术师咯，回房是不是？回房也没在怕。好 ，OK， 还好魔术师有分身，救的时候呢，可以稍微隐藏一下自己的踪迹。哦，下面又被抓了，啊，40秒，好，应该要等一下，有没有这么忙？有没有这么忙？好，这是刚医生破译的破译机，进度好像还蛮 OK 的，62%。然后医生在倒数，医生就是这边破译被抓的，对，我已经还原案发现场了。这边快乐破译，以为与世无争，结果就来了，对，然后就这样下椅子了，没关系。我来救你，顺便帮你接手这个遗产机。好，差不多了，可以喽，来救喽。好，这时候应该蛮麻烦的，回访了。哎，不是回访，是针对某某人，所以还有机会是不是？哎，两个都在上面，太危险了吧？好，小女孩被抓了，糟糕！先躲一下，先躲一下，要下来吗？哦、糟糕，先下来，烦死了！好，先开个枪，还要挨刀，还要挨刀，不行，再挨一下哦，赶快走！哎、欸，小女孩附我身，又、被打到了，糟糕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小女孩你走得掉吗？小女孩走得掉吗？落地刀，好，落地刀，小女孩倒了，没办法了，来个分身，下来，你下来，你下来，我赌你下来，我回去，好，可以，不错，这波操作可以啦。但小女孩是被抓了，所以还在救小女孩一次。唉，有完没完啊？有完没完呢、啊？这应该是鬼刚的哦。我们现在看到医生被抓了，糟糕，糟糕！小女孩快结束了，快救掉。好，救掉。我挨了一刀，然后医生被抓，我说要硬着头皮回去再救医生，应该没办法了吧？我现在已经受伤2次了，有点危险。啊，怎么就刚好忙哦？太忙了吧！好，刚的破译机还是没破译掉，所以我觉得这局会输，对，会输。但大家没在破译啊，有刚机师在破译，不过我看这个速度可能是来不及了啦。啊，买一下镇定剂好了，然后再买个、香。好，等一下有心跳声，这时候离得越远越好。好，这边治愈，然后牛仔也被抓了，然后飞了4个人，牛仔再飞的话，我们就输定了。所以啊，小女孩完蛋了，输了。小女孩被抓，放椅子就直接飞了。我们这局确定是输了，所以就建立完吧。好，临走之前讲来补密码机，现在不是补不补的问题了，现在就是输定了，所以就只能好吧建立完。牛仔要救吗？都已经输了还要救吗？要这么势利吗？好吧，至少跟我一面之缘，有破译过一下子，所以还是来不及啊，就然后来不及、欸，有点远哎、欸。如果是技师的话就来得及，但是我不是技师，不好意思哦、喔，这个职业不对，我下次转职好了，我下次转成技师好了，等我下辈子再来。好，牛仔飞了，红蝶要打我，跟他绕圈圈，最后的使命的挣扎，我其实可以投降啊，但是我不愿意，因为我道具还蛮多的，再来。来呀！刚没有喷香水，可恶。好看能玩多久？好，没砸大板，不错哦。这次会闪了哦，有进化了哦。好，破击剩一点点，哎呦，自己丢，自己丢速冻品是不是？
好，自己滑了一下。啊，糟糕，被两个针对了。好，我觉得我时期将至了，差不多了。好，回溯哦。好，等一下闪掉一下，然后呢，继续移动。好，闪，我在闪，我在闪。哎，闪掉了，闪掉了，我刚闪掉，我刚现在闪两个人攻击耶。好，刚翻窗外电书，所以还好没翻。不错，这波的操作还可以，但是最终还是会输掉，没办法了，没办法了，我要输掉了，绝对是输。好，输了。好，然后祭司要投降吗？祭司现在啊，又倒地了，可以了，可以投降了。好，下半这次我应该能够比较早点到家，因为我是用飞的。